基佬吧，你不是搞 gay 吧？花了6块钱在网上买了25只蟑螂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值吗？牛蛙肚子饿的呱呱叫了，给他们整点蟑螂吃上一吃。卖家还送了一包这个，这个应该是饲料吧？这个怎么好像死掉了？我没死，装死啊！这几天一直打雷下雨，这牛蛙发春了吗？这都是公蛙呀！春天来了，动物又到了交配的季节了。这牛蛙不会是基佬吧？你不是搞 gay 吧？卖家好像有点不太老实，我买的都是那种3-4厘米的大蟑螂，我发现里面混了一些小蟑螂在里面。这两只牛蛙刚才抱在一起，抱了好几个小时，有点累了，来吃点小蟑螂补一补。这个庇护所有点小，另外一只牛蛙跳出去了，小蟑螂开始走位了，躲过了一波攻击，第二波攻击没躲过，哇，卡喉咙了，终于还是吞下去了。放慢视频的速度，给你们看一下牛蛙的粉嫩的大门牙。这小蟑螂有点装死了，我们人为干预一下。哇，一口，美滋滋，还有一只躲在它的肚皮底下去了，把它搞出来。这小蟑螂估计感受到了今天难逃一死啊，所以先装死一下，看能不能躲过致命一击。又不动了。嘿，真的和死了一样，我靠，哇，牛蛙一击必杀。今天就暂时先喂3只小蟑螂吧。